在这感谢来自于我们台中的朋友们所组成的水族的 1.5 啊，也希望他们未来破壳而出啊，发光发热的那一天吧。好来，很快的来到我们这个阶段的倒数第二组啦，让我们欢迎我们这群来自于桃园的朋友们所组成的队伍，他们就是我们最喜欢跳舞的一个队伍，编号七号的，掌声欢迎我们的 Mrs. Frog。Peace.